好，看完了生词短语之后，咱们跟老师一块来看看27课的课文部分。咱们先看一下第一段，先看第一段的第一句话，请看屏幕。这句话说 ：“From the 17th century Empire of Sweden, the story of a galleon that sank at the start of her maiden voyage in 1628 must be one of the strangest tales of the sea。”前面这个带下划线的白颜色的部分，明显是一个在本文中当时间状语的这么一个词儿。那自从这个瑞典帝国17世纪的瑞典帝国开始，这是一个时间状语了。怎么样呢？然后句的主语是 the story of a galleon， 就是一艘大帆船的故事。galleon 特别指西班牙这个风格的这种大帆船。然后这个黄颜色的是定语从句了，就是在1628年首航就沉没的。首航开始的时候就沉没的是大帆船的故事呢，怎么样呢？那么后面这是谓语了，是这个海上的最奇怪的这个故事之一了。这个 tale 一般表示故事，尤其是比较好玩的、惊险的、刺激的一些传说、一些故事。那海上故事中最最奇特的故事之一了，是这么一个语法成分的分析啊。那么下面看看里面一些小的细节啊。我们看到后面的时候，在这儿出现了这个瑞典帝国叫 empire。这个指王国、帝国词有好多，这个不同的国家它的首领的称谓也是不一样的。这个 empire 一般是面积特别广大的威震一方的这个大帝国，像大清帝国、大元帝国是用这个。同样的，这个帝王或皇帝叫 emperor， 这样的女皇或者是皇后叫 empress， 分阴性和阳性。来，我们大声先读一下帝国 empire。Empire， 好，再读一下的统治者，皇帝或者帝王 ，Emperor， 再读一下皇后或女皇 ，Empress， 哎，好，那么比他再小一号的呢，我们叫王国，他的头领叫国王或者王后或者女王，就不是皇后了，他统治地方就小一些了，我们读一下这王国 ，Kingdom。Kingdom， 连英国被称为 UK， 就是 United Kingdom。那国王叫 King， 女王或者国王的老婆王后叫 Queen， 就打扑克牌老 K 和老 Q， 是吧？比他们再小一点叫城邦，就一个小城堡构成那个小的诸侯国小城邦。我们读一下 City State， 顾名思义，由城市构成那个小的国家，这叫小的城邦。一般是一个王国的附属国，就是归一个 kingdom 来掌管的附属国。那他的这个统治者叫诸侯王，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prince， 就是这个小的这个附属国小的城邦的这个统治者，叫做这个诸侯王。那么他的老婆或者他们的妹妹跟他平辈的这种诸侯王或者诸侯王的王后，用这个词大声的 ，princess。Princess， 我们知道 Prince 也可以表示王子， Princess 也可以表示公主，因为这个附属国Kingdom 王国的附属国一般是国王把自己的儿子或女儿分封到这个地方来统治的，所以呢他一般也是国王的儿子或女儿嘛，或者国王的儿子跟儿媳妇嘛，所以也用这两个词表示那小的诸侯王或小的诸侯王的老婆或者小的诸侯的女王都可以用它。这个相关的关系把它看清楚。我们3册14课曾经讲过这个知识，咱们复习一下3册14课的知识。3册14课就是贵族歹徒这棵树啊，这里面出现了这些术语，比如说 ，Whenever the Italian city-state were at war with each other, Hopewood used to hire his soldier to princes who were willing to pay the high price he demanded。那么当那些意大利的城邦之间在彼此打仗的时候呢，霍霍伍德就在当时常常把他的士兵租给那些诸侯王，什么诸侯王呢？愿意去支付他要求的高昂价格的这些诸侯王。小的城邦叫 city state， 城邦的统治者叫 prince， 就是用王子这个词就好了。但是本文中呢，这个 empire 是表示吞并了很多国家的面积广大的这帝国。好，在瑞典帝国17世纪时候开始。The story of a galleon， galleon 叫大帆船，尤其指西班牙风格的这种大帆船。咱们看英文解释，我们先大声再读一遍 galleon， galleon 什么意思呢？
a large sailing ship, 一个大帆船 used mainly by the Spanish from the 15th century to the 17th century. 就是巨大的一种帆船，这主要呢是被西班牙人使用的，从15世纪一直到17世纪。就西班牙式的大帆船叫 galleon， 就翻很多很复杂结构的这种。咱们看一个插图看一看吧。这就是一个西班牙式的一个 galleon 大帆船，本文中巨轮瓦萨号就类似于这么结构的一个巨型的帆船啊，就这个意思啊。那么后面再看定语从句 ，that sank at the start of her maiden voyage， 在她首航的开始就沉没的这么一个大帆船。这个里边我们看看这个 her maiden voyage， 就是处女航了，首航。这个 maiden 就是这个未婚少女。未婚女子或者少女，没有结婚的女人啊，叫 maiden， 也叫处女了，可以用它。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maiden， 未婚少女叫 maiden。那么经常用它呢来做固定搭配，叫处女行、处女座等等等等啊。我不知道是处女还是处女，处女吧，对吧？那么 maiden voyage 是船的第一次下水航行，叫处女行，好像第一个这个。小姑娘第一次出嫁一样呢，那么这个 maiden flight 叫飞机的处女飞，也是处女航了，这是在天空中的航行啊。还有呢，某人的处女座第一个问世的这个著作，出版的第一本书叫 maiden work， 出版的第一首诗啊。这是那有时候也可以用 first 这个搭配一样的 first voyage、first flight 或者 first work， 叫处女航，指船、飞机或处女座都行啊。这个我们在第三册的第十课《泰坦尼号的沉没》中用的是 first voyage。你看 ，the tragic sinking of this great liner will always be remembered, for she went down on her first voyage with heavy loss of life。这个巨轮悲剧的沉没将永远被人牢记，因为它首航就沉没，并且伴随着严重的生命的这个损失啊。The first voyage 相当于 maiden voyage， 叫首航。是这么来说，但是中文叫处女航、处女座，但是如果表示处女地，一般不用 maiden 这个词，这语言习惯问题。处女地，我这个处女林就未开垦的土地或森林，一般用 virgin 这个处女，它也表示处女的意思，这是语言习惯不同。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virgin land，virgin land，virgin 也是表示处女，没有跟男人有过性接触的这种女人。或叫 Virgin Forest， 处女林，这就是未开垦的土地或者森林，用 Virgin 这个词。但是飞机、轮船的第一次下水或升空，或者某人出版的第一个作品，用 Maiden 这个词限定。这座常识咱把它记住就好了啊。好，回到剧中，他说1628年首航开始就沉没的这个巨大的这个帆船的故事怎么样 ？Must be one of the strangest tales of the sea。我们看是海上故事中最奇特的故事之一。这个 tale 表示故事，其实就是替换在这句话前面出现过的 story， the story of a galleon， 再用 story 就重复了吧，所以 tale 也是故事。它表示 a story， especially one which might be invented or difficult to believe， 故事或者翻译成传奇，尤其是指被创造发明出来的，就编出来的这么一个故事，或者很难令人去相信的一个传奇故事，叫 tale。 本文中就是嘛，这么坚固的船还没出发就先沉在这港口里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这种故事叫，再读一遍 tale， 传奇性的这种故事啊。这是本文中 tale 跟 story 是一个替换，这是第一句话。就上来开门见山说这个这个大帆船的沉没啊，是一个非常这个奇特的这么一个故事，先吊起读者的这个好奇心。但他不说是哪艘船，他反正有一艘大帆船，这个首航刚开始就沉没了。后面娓娓道来，后面怎么一回事呢？我后面看第二句话，看题目，他说 ：For nearly three and a half centuries, she lay at the bottom of Stockholm Harbor until her discovery in 1956. 第一行带下划线的部分明显还是个时间状语了，在差不多呢。有三个半世纪期间，三个半世纪叫三个再加一半的世纪，注意这个 a century 放到后面，你也可以说 three centuries and a half， 把 century 放在前面也行， three and a half centuries 或者 three centuries
and have 都可以，那两个搭配都正确。然后呢，他一直就待在了斯德哥尔摩的这个港口的底下，都沉睡在海底了。这个 lay 就是那个 lie， 位于某个地方 ，lie 一般估计是那。然后呢，一直后面有时间状语，在大夏号线的席地斯时间状语，直到他1956年被发现，一直都在海底待着，直到过了大概好几百年了，才终于被发现。在这 until 是当连词当介词都行，在这当介词来用，后面跟名词短语，当连词也行。咱们同学可能更喜欢用连词 until she was discovered， 直到1956年他被发现。那当然这个指车、指船、指祖国，一般用 she 了。那么属格呢，用 her 就好了。当然，我们在这儿用名词结构，比那个 until she was discovered 要更正式一些，因为书面中更青睐使用名词结构，这是老知识复习，咱们说过。好，下面看看里面一些细节。首先，这个三个半世纪里边，这可没什么说的啊。这个前面这个 she， 咱们再复习三册讲过的知识。这里不是指人了，不是一个女人、女孩了。指这个船，为什么 she 呢？指车、指船、指自己的祖国的时候，经常用代词，指代时用 she 而不用 it。我们复习 ：What's wrong with my car? She won't start。我说我的车怎么了？它启动不了。She won't start。这个 she 指的是我自己的这个车。好，上面我们看到这是指这个车，对吧？指船呢？我们再看这个例子。指船是本文中的例。哎，先听一下啊。再重来一遍，还从刚才这句子后面开始，先切一下。好，我们看到这是指这个车，对吧？那么指船本文中有了，指祖国咱们再看一个例子。 China has done what she promised to do。 中国已经完成了她承诺要去做的事情。这个 she 指的是我们的祖国中国啊。那么指车、指船、指祖国常用它。我们再看看在三册里出现过的一些例子，比如三册第十课泰坦尼克号的沉没。She was carrying 1,316 passengers and a crew of 891. 那么这个船上当时搭载着1,316名乘客和891名船员。这个 she 指的是泰坦尼克号这个船，用的是 she。那再比如三册的第25课，指这个卡蒂萨克号帆船啊。你看 ，She stands on dry land and is visited by thousands of people each year. 这个船现在矗立在旱地上，并且每年数以千计的人来参观、来访问。那么指卡迪萨克号帆船。再看我们第三册的32课，这个一艘沉船中，指 Karen 卡伦号。你看怎么说 ？The Karen had been sailing in a convoy to Russia when she was torpedoed by an enemy submarine。当时卡伦号帆船正行驶在驶往俄罗斯的护航的船队之中，这时他被敌方的潜艇用鱼雷打中了。这个他用的是 she， 但这个 when 翻译成这时或者突然，这是三册四册的讲的知识。主句中如果用进行时，那么从句中 when 翻译成这时或者突然，突然间或者这时他被敌方潜艇用鱼雷打中。 torpedo 做名词是鱼雷，做动词就是用鱼雷打中或击沉。这是指车、指船、指祖国用 she。 那当然宾格用 her， 属格还是 her 就好。那么在一个三个半世纪里面， she lay at the bottom， 这个 lay 刚才说了是来自 lie 的一般估计式，这不会做动词。 lie 表示位于或者躺在某个地方，一般估计式是 lay， 过去分词是 laying， 这是 lie 这个词。那如果及物动词 lay 放置或者下蛋呢，这注意 lay 是动词原形，一般估计式过去分词是 laid， 但 lie 是 laying，这里是 lie 的一般过去式，不要跟另外一个搞混了。这个 lay 是及物动词放在某个地方或者母鸡下蛋，在本文中是位于某个地方或躺在某个地方。这是 lie 的一般过去式。 At the bottom of the Stockholm Harbor， 一直待在斯德哥尔摩的海港的底部，直到1956年它被发现为止。
那么直到1950他被发现，中文中他被发现，被发现是个动词，但英语中用的是他的1956年的发现，他的发现 her discovery 用的是名词结构。确实在英语中书面中名词化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和倾向，咱们在写作中尤其需要借鉴啊。咱们造几个句子试试看，咱们用名词化，比如看这个句子，在将近两个半小时里他躺在血泊之中，直到上午8点被人发现。两个半小时 the 2.5 hours 或者用 2.5 hours 都行。那躺在血泊中，那躺嘛就 lie 一般会就 lay in a pool of water 一个血泊中，用 pool 小池塘这个词就好了。那直到上午8点被人发现，被人发现是个动词，但我们说他的发现就行了，对吧？试试看啊，在将近两个半小时里，先写时间状语 for 怎么样 ？Nearly 差不多嘛 2.5 hours 怎么样 ？She lay in a pool of blood 血泊之中，直到怎么样 ？Until her discovery at 8:00 a.m. 好，但这个并不是为了他倒在血泊中我们庆祝，那句子成功了。来，再回顾一下啊。先看时间状语 ，For nearly 2.5 hours, she lay in a pool of blood until her discovery at 8:00 a.m. 特别注意的 ，until her discovery， 直到她被发现，直到她的发现 ，her discovery 用名词结构更适合，书面中使用。那好，很好的句子，对吧？再造一个，加深这个记忆和理解。那以后咱们养成好习惯。看这句话，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人民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面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就好了。中国人民的 Chinese people 生活在 the live in 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记得吗？我们在14课当时，17课当时讲过，那半殖民地半用 semi， 殖民地的叫 colonial， 17课讲兔子那个时候讲过。半封建叫 semi-feudal，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society， feudal 是封建的，大家应该还记得。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国成立，成立是动词，咱们是直到1949年中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foundation 就好了，对吧？最后说在1949年就是中华人民国的成立，在1949年，试试看啊。先说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面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怎么样呢 ？The Chinese people lived in， 注意。The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society until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在哪年呢 ？In 1949。好了，这句子立刻出来了，对吧？就是我们再回顾这句话哦，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面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the Chinese people 中国人民 lived in the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society 生活在这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可以背起来啊。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那中文还翻译成中华人民国1949年成立，成立是动词，英语中 foundation 依然用名词结构。那这个名词化也是咱们4册里面重要一个知识，咱们平时练习的很多，希望大家记在脑子里面啊，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啊。好，下面看下一句话，他说 ，This was the Vasa, royal flagship。of the Great Imperial Fleet， 他这个船呢，就是本文中主人公瓦萨号帆船，它是皇家舰队的这个旗舰，皇家旗舰啊，这个等于是到了这个段末才揭示谜底。如果上来说瓦萨号怎么怎么样呢，就不如本文中这么写比较抓人了。是哪艘船呢？说了半天什么船呢？这就是本文主人公瓦萨号帆船。这就跟我们以前说的圆周句跟吊尾句一样，只不过这变成圆周段吊尾段了，到段末揭示谜底。那么下面引出这个到底陈述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那么后面这个 Royal Flagship of the Great Imperial Fleet 做前面那个 Vasa 同位语嘛， Vasa 号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帝国舰队，巨大的巨帝国舰队的皇家旗舰。这个首先我们注意这个 The Vasa 在船只的名字前面加定冠词的，这应该是新概念英语第二册老师就讲过的知识，在船只名字前面一般加定冠词的，也像 the Vasa 瓦萨号帆船，这个早就在3册讲过了。
像 The Cadillac 325号的题目，卡迪萨克号也是日船了，对吧？还有呢，我们见过的 The Loss of the Titanic 泰坦尼克号的沉没，第十课三册第十课的标题，那指船只的名字前面一般习惯加一个 the， 记住就好了。然后靶子号是什么呢 ？Royal Flagship 就是旗舰 ，Flagship 就是旗舰了，什么意思呢 ？The most important ship and a group of ships belonging to the Navy， 海军的属于海军的一个舰群里边的一个船只群落里面最重要的那个船叫旗舰。就一般是指挥官所坐的那个最重要的这个船，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flagship flagship， 当然也可以表示某个公司最重要的产品，某个公司分店里最重要的一些分店叫旗舰店，旗舰产品有时候也用 flagship， 本文中用的是本意，就是一个船只编队里边最重要的那艘船，就指挥官坐的船叫旗舰，它一般战旗标明部队番号战旗也挂在这个船上，所以叫旗舰啊。Of the great imperial fleet， fleet 就是舰队的意思，我们大声再读一遍 fleet fleet， 什么意思呢，就 group of warships submarines etc. under one commander， 由一个指挥官来统治的一群什么军舰啊潜水艇啊等等等等，咱们叫一个舰队，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fleet， 就是皇家舰队的这个帝国舰队的这里面的皇家的这个旗舰 ，Royal 就国王的、皇帝的 ，Imperial 还帝国帝王嘛，就帝国舰队里面的旗舰啊。那有同事呢，旗舰 flagship 是可数名词啊，为什么前面没有冠词呢？没有说 the Royal flagship 呢？但旗舰在一个舰队里就这么一支，表示唯一性的身份，它前面的定冠词 the 一般可以去掉，加上也完全正确，写上 the 完全没有错误。但是唯一性的人或事物前面这个 the 一般可以去掉，这是常识。所以本文中这个 the 去掉了，旗舰就这一支。比如说 George W. Bush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小布什这美国前总统了，对吧，他是美国的总统，你当然也可以说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但是那个 the 可以去掉，总统就一个，对吧。再比如说 Who's Captain of the Team， 这个队的队长是谁啊，队的队长就一个，你当然可以说 Who is the Captain of the Team， 但是那个 the 可以去掉，所以表示唯一身份的人或事物前面定冠词 the 往往可以去掉。这是第一段先说了这个巨轮的沉没是一个非常传奇性的奇怪的这么一个故事，这就是本文主人公瓦萨号帆船，到段末揭示谜底，使读者进一步增强好奇心了，哎，说为什么呢，它为什么会沉呢，究竟怎么回事情呢，哎，引出读者迫不及待的要读后面的几个段落。好，第一段跟老师就看到这里。